就要开始了。第一个节目是《将军令》，那么这首曲子呢，如果要追溯呢，可能要从唐代开始。那么是以前呢，古时候的将军要出去打仗了，或者是升帐，表示他的威武。后来呢，就变成了这个一个喜庆的首场的表演。那么这首曲子在乐团之中是非常的流行，可是一直要到1991年，香港拍了一部《男儿当自强》这部电影之后，由黄沾作词，有一个先生我忘了他名字了，他作曲，他是从《将军令》里面择取了重要的这个音数，然后浓缩而成，然后由林子祥唱出来的歌之后，才被大家耳熟能详。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曲子作为我们月韵庆中秋的开场曲，请欣赏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后面有一个大鼓？我们的音乐总监特别交代，不可以让大家睡着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节目就用大鼓跟琴声为大家掀起高潮，请欣赏。